好，我邀请了一个人，他是我的 furry hamster， 所以呢，我就要给他的磨牙饼。啊呀呀，你看 ，Oh my god， she's stuck， Oh my god，she's stuck。你看，你看，因为他的那个，他在吃呀。等你，等一下，往上面看。你看，他在吃啦。喵喵喵喵喵喵，嗯，哎，听到不停的摇，你看，呜，它吃呀，咦，嗯，看到呢，哎呀，它没有了，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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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啦。没有磨牙饼啦，没有饼干给你吃啦。嗯，他看起来好像不太喜欢吃。啊，又继续吃了。然后，那他去哪里？他去哪里？那他去哪里？我们一定要看，把他藏去哪里？太长了。哦，因为太长放不进屋子里，所以。吃一下我就他再继续吃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也买了这个握不住，这个真的好握不住，你看这个真的好握不住的。哎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所以他在后面这个，你看到这个，橙色的东西啊，一个 beige color 在哪里？它就是磨牙饼。那我们就给，那就给你们看看，看一下子喽。睡觉啦。跑出去啦，看看上头，哎呀，天哪，然后现在他醒了，所以我很想要试这个 Pops Eat， 看他会如何，所以呢，哦，还有我推开磨牙饼，咦，有呢。咬了又掉，然后呢，我在下一个视频呢就会给你们看我的这个握不住的东西，这个好滑，你看，掉 ，OK， 他现在又睡着了，我的 Pops 在哪里？下个视频见，拜拜！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点个赞，转发给你朋友看，然后订阅我啊！打开小叮当 ，OK， 我们就下个视频见！哦，他真的起来了 ！Oh my god！ 天。